放手后就别再拦住我，别让我承受牵挂了你的手，再重逢已换作你向我告别。回首结束后就别再拦住我，别让我承受牵挂了你的手，再重逢已换作你向我告别。回首唱完这三首歌，我都要好好的深呼吸一下，喘一下。感人的这三首歌，这个感人的那个钢琴啊，很多情感啊，真的要谢谢徐玉英。掌声欢迎我们的最厉害的钢琴演奏人徐玉英。听说你第一次在家里在练习那个《身后》这首歌，边哭边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边哭边练，然后我问工作人员说：“哎，我真的练得完吗？这我一直哭到后面，我都练不下去。”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说：“怎么办？后半段我都弹不下去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”所以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你可以的，我。